尊厨亦得购，厨具购物网，汇集世界知名品牌，你要的厨具精品都在尊厨亦得购。我们介绍一下 Gaggenau 这个台面式的升降油烟机。这款油烟机呢，也是目前台湾看得到的唯一的一台升降式的台面式油机。那它是一个辅助性的油烟机，对，当您在使用油炸炉的时候，或者是您使用其他的炉具的时候，您觉得您不想要开启上方的大台的油烟机的时候，您就可以先开启这台小台的油烟机。那它的，但是它的吸力呢，就当然没有主要的油烟机吸力那么强，它主要是以辅助为重点。好，那这台油烟机呢，它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，就是它上面的这个吸入孔哦，它可以180度的旋转。那如果说您要把它收起来的时候呢，你不用把它归位，它会自动归位。那我们在设计这一台油烟机的时候，要特别注意的就是，因为它的抽风马达呢，我们需要设计在踢脚板的下方，所以要特别注意一下，就是如果您搭配这一台台面式的油烟机的时候，踢脚板的高度至少要预留22公分以上。那大致上大概这台油烟机介绍大概就是这样子。Centos 西班牙顶级厨具。